苗栗县它的先天的地理环境是在西部地区，它的禁寒区是最少的，非常适合来发展无人机的相关的产业，所以我们基于共好的一个理念，今年我们特别定调这个新兴的科技运用作为我们北台区域治理的共同的一个主轴，也能够让北台成为智慧运用行动的领头羊。开港安奏，开港后，欢迎大家莅临北台区域发展推动委员会第十五届副首长会议。现在提案是透过建置资讯网络平台，来八县市都有架设这个旅游网，透过成立在举管车手资讯共享平台和无人机产业的一个发展。经过小组充分讨论以后啊，送这个副首长会。北台区域发展推动委员会是由宜兰县、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及苗栗县八个县市政府共同宣誓成立。北台区域发展推动委员会运作至今已迈入十五年。苗栗去了。2018年是第二次轮由苗栗县主政。为整合资源推动北台区域合作业务，苗栗县政府邀集各县市共同努力，开启许多创新的作为，带动区域平台运作的转型。今年运作方面的革新包括：一、首度采用整合轮值的运作方案，由主政县市苗栗县政府扛下各议题组的主政工作，这是最有效率的运作方式，但对主政县市来说也是最辛苦的运作方式。二、整合推动无人载具应用单一合作主题，合作的议题除了延续型政策外，还特别聚焦在无人载具科技应用，以无人载具应用连接到区域治理的永续发展，落实跨部门跨领域的共同合作目标，也借重智慧科技的导入，为北台区域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三、副首长会议改以实质审查的会议形式进行，今年各县市合作提案高达30多案，在副首长会议中针对各项跨县市合作计划进行逐条审议。四、首创最佳议题组票选机制，让各议题组默默付出的努力在首长年会中受到肯定与奖励。五、将健康社福、治安防灾、文化教育三个复合式议题组分开运作，促使各组合作内容更加明确。比较容易做出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北台的样子。北台在推动的过程里面，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想他应该怎么做，现在已经有一群这样子的伙伴，他们大家也都随时在想我们要去做怎么样的转变。真的对这份工作有一种使命感，我相信他们会把过去北台的精神再重新再找回来。我们很愿意走一万步，但我觉得如果大家一起一万人一起来走，共同走一步，那个速度也许会更快。处长他非常认同我们这种看法，也获得我们副县长的一个肯定，所以我们决定今年要转型。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这一次操作成功，后续运作就会比较顺利。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它会成为其他以后说现实在操作过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决定转型的那一刻，真的我们是知道我们自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痛楚的一个时间了。在各县市伙伴积极的参与之下，今年合作的议题高达30几案，成果相当丰硕，包括有一、建立无人载具产业的产官学推动平台，来带动无人载具产业的发展；二、建请中央协助建立无人载具交通系统的讯号标准，以利后续相关技术与
产业的开发。第三，加强北台水域防灾相关的建设，以提升政府面对气候变迁的能力。第四，要强化北台智慧治安管理及资源共享的系统，联合打击犯罪。第五，争取中央补助公共自行车营运及购置电动巴士，以推动绿色运输政策，和一直困扰着各县市政府的国中小营养午餐是否免费等问题，也期待中央一定要统一编列预算来办理。好，来，小朋友，请开动。作为推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的先行县市，苗栗县特别提出无人载具产业推动平台，希望透过平台的建立，举办无人机产业应用相关论坛，并由政府媒合推动，将产业及学校研发技术人力培育，有助于北台成为无人载具产业发展与人才培育的摇篮。我们今年也办理了全国第一次的2018无人机的竞速大赛，在苗栗举行，我们希望能够增进操作技术的交流。我们也结合八县市运用无人机所提供的不同的视角，空拍记录独特的浪漫台山县客家风情及北台海湾观光形象，来创造北台观光形象的新价值。苗栗同时参与的多个区域的联合治理平台的运作，未来也会积极的来促成各平台资源的连结，来发挥区域治理价值的效果，以及达成北中南台湾城乡共荣的目标。北台平台合作核心为共同有利到相融有利到互助有利，并以协议与共同合作达成区域整合治理，在共同推动互助互惠的合作之下，发挥区域建设发展的综合效果，促进区域资源的有效运用，进而达到增进区域内的共同发展和资源共享的目标。好，来看这里哈，三二一。北台好赞！我来拿这个，我来拿这个，好，我赞。观点，北台赞赞赞！北台合作八县市，产业发展无限制耶、yeah ！北台八县市是一个成功的资源分享平台，携手龙友新时尚，共创幸福新农业。北台区域发展成功，赞！社福共享，幸福永续。活要圆客心，北台赞赞赞！北台八县市携手合作。优质教育向前走，期待八个县市能够共同将台湾的观光推进逐步落实迈向国际，建立跨域的合作机制，发挥救灾最大能量。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用你们热情来到我们宜兰，把我们北台发扬光大。北台好赞！好，谢谢。